韩国瑜的讲这个话的严重性，他对于蒋经国先生这么样的侮辱，国民党到现在为止没有向蒋经国先生道歉，表示愤怒。对于这些为国捐躯的这些我们的将士，我再一次的向他们表示哀悼，也慰问他们的家属。最让我忧虑的，我特别提到。 不是他的口水的问题吗？国民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脑筋转过来，我在这边严正的跟国民党说，韩国瑜的讲这个话的严重性，他对于蒋经国先生这么样的侮辱，国民党到现在为止没有向蒋经国先生道歉，表示愤怒。 不是国民党这些基层的人不了解，是高层他到现在还在斗，斗到现在为止，让台湾继续向下沉沦。你认为像这样的人能够继承我们国民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吗？能够继承过去我们孙运璇先生、李国鼎先生打下的优良的基础吗？ 台湾有今天的经济发展，是靠努力呀。但是为了领导多有多重要啊？领导有多重要？是吧？反复的对这些事情，国民党到目前为止，你说这样的可以领导一个国家吗？还不赶快把票投给宋楚瑜，重新找回台湾的希望嘛？我今天讲的话，再给国民党一次机会呀。